为了制造出能拯救地球的上帝粒子，科学家们在国际空间站建造了谢帕德粒子对撞机。一旦粒子对撞成功，人类就将获得永不枯竭的能源。然而令所有人恐惧的是，实验虽然成功了，但地球却在一阵耀眼的光芒过后消失在了宇宙之中。I can't find anything. But we might have ended the lives of billions of people. 这是在不久后的未来，突然爆发的能源危机让人类陷入了绝境，整个地球的资源将在五年内彻底耗尽。不得已之下，人类只能举全球之力在空间站建造了超大型的粒子对撞机，试图以此来找到上帝粒子中的永恒能量。此次实验由七个国家的科学家们共同参与，然而两年的时间过去了，实验却依旧毫无进展。更糟糕的是，空间站剩余的能量只够他们进行最后的三次尝试了。可就当他们紧锣密鼓地准备新一轮的实验时，地球传来的采访报道中，一名科幻作家却发来了警告。他认为多次的粒子对撞很有可能会打开平行宇宙，进而导致多个空间维度发生碰撞，到时候就会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。但80亿人类的生死存亡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作家而停止？科学家们完全没有理会，而是直接将定位陀螺仪放进了装置，接着用密钥启动了电源。随着队长的一声令下，新一轮的对撞实验开始了。只是一瞬间，两股来回对撞的粒子流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，整个空间站都在剧烈的抖动着。工程师小张紧张地盯着仪表盘，直到上面显示对撞成功时，所有人都还是难以置信。然而众人脸上的笑容还没持续两秒，对撞机就莫名失去了动力，系统也在这时发出了过载的警报。紧接着一阵剧烈的爆炸袭来，窗外闪过一道耀光的同时，空间站内的引力也随即发生了颠倒，接着又迅速恢复了正常。这时系统又显示对撞机着火了，好不容易通过冷凝器控制了模式，众人刚想要坐下来喘口气，却不知道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先是负责通讯的艾娃发现空间站与地球的联系中断了，他还试图重启通讯设备，但让他更惊恐的是，他竟然找不到地球了。众人见状赶紧打开了外部摄像头，可不管切换到任何角度都看不到地球的影子，绝望和恐惧在这一瞬间彻底的蔓延开来。还是队长最先冷静下来，他推测地球应该还在，只是空间站的定位系统出了问题。毛子哥和艾娃第一时间就去检查定位陀螺仪，可让两人震惊的是，陀螺仪竟也离奇消失了。还没等两人回过神，空间站内又突然传出了一阵惨叫，所有人都被这诡异的动静吸引，好不容易找到声源处，他们又震惊地发现惨叫竟是从舱壁内传出来的。可等众人将舱壁拆开后，眼前的一幕却让所有人不寒而栗。只见里面困着一个陌生的金发女人，并且她的身体还被无数的线缆贯穿。更诡异的是，她竟然认识艾娃。来不及惊讶，众人赶忙先将她从舱壁内解救了出来。又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抢救，女人最终还是活了下来。然而噩梦却还在继续。先是毛子哥惊恐地发现他的右眼球似乎有了独立的想法，神经也变得恍惚了起来，并开始对着镜子自言自语。接着他又拿起武器找到了物理学家，言之凿凿地表示就是他破坏了对撞机。可就当他即将扣下扳机时，他却突然口吐白沫，直接暴毙身亡了。紧接着醒来后的陌生女人又直接找到了艾娃，她准确无误地说出了空间站内所有人的名字，却唯独不认识工程师小张，因为她告诉艾娃她才是这里唯一的工程师。可听到艾娃说所有人都不认识她时，女人直接崩溃了。艾娃刚想上前安慰，谁料女人紧接着又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将信将疑的队长试着检查了物理学家的通讯日志，竟真的发现他一直在用加密信号联系外界。二话没说，队长抓住一脸懵逼的他就是一顿胖揍，并直接把他囚禁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空间站的维修师在修理舱壁时，手臂突然就被吸进了舱板内，他刚想拔出来，谁料舱板越吸越紧，并且还在变换着位置。听到动静赶来的队长和艾娃急忙上前帮忙，这才将他拖了出来。可下一秒两人就傻眼了，维修师的手臂竟直接断在了舱板内，但诡异的是竟没有一丝鲜血流出，并且他自己也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。就在众人对这超脱常理的一幕毫无头绪时，关押物理学家的舱门突然打开了，他还以为是误会解除了，可他刚走出来，眼前的一幕就差点将他吓尿。他第一时间就向队友呼救，众人匆忙赶到后，只见一只活蹦乱跳的胳膊竟在地上艰难地蠕动着。That's my fucking arm. 等到众人将这该死的胳膊困在容器内时，物理学家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粒子对撞后发生的，这就意味着之前作家说的悖论是真实存在的。他们的实验撕开了时空膜，导致两个重叠的平行世界开始争夺同一个空间，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空间站会多出了一个陌生女人，她的通讯日志又为何会有那些加密通讯。这时众人又看到手臂做出了写字的动作，
他们赶紧递了支笔进去，然而他写出的字竟是让他们切开毛子哥的尸体。没办法，众人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结果竟真的在他肚子里掏出了消失的陀螺仪。等到陀螺仪复位后，他们赶紧定位飞船的位置，这才明白原来地球并没有消失，而是他们的空间站上下颠倒，位移到了太阳的另一侧。众人悬着的心总算能够放下了。艾娃第一时间就调整通讯设备，成功接收到了地球的信号，可现实却再次狠狠给了他们一巴掌。广播里报道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持续14个月了，并且他们所在的空间站在几天前也已经坠毁了，其中的科学家们六人遇难，一人失踪。物理学家这才意识到他们已经穿越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，而想要重新回到原本的世界，他们就必须得再次启动粒子对撞机，但前提是能修复好之前受损的地方。可就在张工刚将通风系统修好时，却没注意到冷凝系统又出现了故障，大量的冷凝水倒灌进了舱室，而且舱门还打不开了。其他人听到动静急忙赶来救援，却还是晚了一步。空间站的外壁由于压力差的关系发生了破损，张工也在一瞬间在极寒之下被冻成了冰雕。众人彻底陷入了绝望之中，因为没了工程师就代表着他们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世界了。这时艾娃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金发女人，她刚好是这个时空下对撞机的工程师，完全可以接替张工的工作。然而金发女人也有条件，那就是如果她成功启动了对撞机，她需要他们对撞实验的所有数据，以及一艘帮助她返回她所在地球的逃生舱。为了能够回家，众人答应了她的条件。可就当他们紧锣密鼓地做着准备工作时，意外却再次发生了。维修师所在的氧气舱的磁场突然就紊乱了起来，只是一瞬间，所有的金属都被吸附到了舱壁上。他赶紧解开了安全绳，可正当他纳闷时，却没注意到身后修复设备的磁流体正缓缓地朝他袭来。在一声惨叫过后，他就已经被磁流体紧紧缠在了舱壁上，墙上的氧气罐在这时也被磁场吸引，剧烈的爆炸在一瞬间就摧毁了整个舱室，维修师也就此领了盒饭。所幸最关键的主舱并未受损，但金发女人通过检查却发现空间站的尾部发生了严重偏移，一旦偏移超过25度，整个空间站都会被撕成碎片，眼下能做的只有将整个尾部分离才行。于是队长赶紧叫上艾娃和医生一起行动，三人艰难地穿过破损的通道，好不容易来到了尾部圆环，可队长却发现圆环被卡住了，眼下只有关闭舱门才能开启液压系统。于是他转身就将艾娃和医生骗到舱室外，而他自己则留在了里面。最终尾部圆环成功分离的同时，队长也随之一起飘向了茫茫宇宙。剩下的几人没时间悲伤，立马就准备重启对撞机，然而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还是出现了。金发女人突然从背包内拿出了手枪，接着又趁其不备一拳将艾娃打晕。等艾娃清醒了过来，就看到她正拿着枪朝着另外的队友逼近。原来她知道她所在的地球爆发了世界大战，而仅靠他们为数不多的资源是不足以再重建一台对撞机的。为了拯救她所在的世界，她必须得将这台对撞机留下来。所以等艾娃急匆匆地赶来时，医生就已经痛苦地倒在了地上，接着物理学家也没能幸免。然而他却趁着女人的注意力被赶来的艾娃吸引时，一把抓起地上的扳手就直接抡了过去，但本就受伤的他依旧不是女人的对手，只能不甘地再次倒了下去。接着女人又追杀起了艾娃，两人随即就扭打在了一起。艾娃这时灵机一动，顺势一枪击碎了窗户，剧烈的压力差直接就将毫无准备的女人吸附到了玻璃上，眼看玻璃的裂痕正在迅速扩大，艾娃赶紧逃出了舱室，而女人则在不甘的怒吼中被抛向了远方。紧接着她又迅速给侥幸捡回一命的物理学家取出了体内的子弹，在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两人果断地插入密钥，终于再次成功将对撞机重启。当一切尘埃落定后，那颗美丽又熟悉的蓝色星球终于出现在了眼前，两人终于成功回到了自己的世界。艾娃第一时间就联系上了地球，并将空间站内发生的所有事情传了回去，而物理学家则紧张地注视着屏幕，直到看到对撞机彻底地稳定了下来。这意味着他们真的找到了传说中的上帝粒子，人类也即将获得永不枯竭的能源。可坐上返回舱的两人并不清楚，此时的地球上正在经历着更加绝望的灾难。就当返回舱一路划过大气层时，